家书就是我心里，足迹火炽家国地，三代未出杭州城，青春就读在哪里，只身求学进燕京，家中还有活人在，家父早丧有母亲，我在问前生命归根，不大不小二十春，我还问尽管问，我想问只管问，我问你有无派人问寒暑，邻里门关照一家亲，多不吃门门睡，家日回乡水为伴，娃娃朋友聚成群，聚成群，相比晚上自清静，还有烛火灯，这么说一声欢下有人心，在家有老母出门，出门靠自身，碰上了山的寒，他答非所问，急杀人，我问你我喜耳听，我想问张生可有翠英，范家书至今是诞生。